吃早餐出卖劳工，学二把团结之邦，学二把同存之邦，吃早餐出卖劳工，吃早餐出卖劳工。工商总会代表说，原本早就跟赖清德约好了这个所谓的早餐汇报的时间，但是正值劳基法修法的时候，为了避免增加额外困扰，所以把所谓跟赖清德吃早餐的时间呢，改到了今天早上。但是呢，前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呢？刚过了礼拜天，南部刚进行了所谓反对劳基法修二的游行，我们赖清德院长对有上万劳工出来反对劳基法修二的游行，一句话都没有做任何回应。但是呢，在今天选择在高级饭店里面跟资方跟工商代表这些大老板们吃早餐，这里是一个不是官主的地方，为什么赖清德出来跟资方吃早餐要花费这么多的钱来保护他？难道你赖清德就是要代替劳基法修法贯彻你的大老板好今天做你的官方所谓的大老板，他们想要你给他什么？甚至在恶毒之后，劳基法出来的时候，他很快听说这次劳基法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很快的我们要做第三次劳基法修法。你在里面说这一次的讨论三次劳基法修法不修吗？二次修还没修完，这就是最基层的人民可能每天早上为了赶上班，为了不要迟到，可能最常吃的食物，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打开多么的丰盛，有哪一些我们平常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到的东西。我们希望赖清德院长可以看到我们劳工这么有诚意的带着早餐来找你了。我们的早餐就是这么简单，不是你们餐桌上那些精致的大老板酒酣耳热的时候一起吃的东西。三十八号，三十八号，你们不要攻击他，你们保持理性，小打小闹。我听说过，我听说过。我听说过。早上也能跟我们见面一下，哦，来谈一谈我们目前的那个劳基法所修的恶法，会对未来的劳工会影响多大？尤其未来我们所谓的十二休一，我们还有我们的那个轮班间隔十一小时，能降为八小时，这些虽然在于赖院长口口声声说有弹性有不备，但是有弹性有不备，在那个我们劳基法修不到一年期间，公部门都没办法来解决，没办法来保护我们。尤其最近我们华航有一位干部，还有两三位干部都受到重处，甚至还被开除，还所谓劳资协商，这个机制根本就不可行了。优先解决的问题就是五缺的问题，所以呢，经过两个月的讨论，我也率领我们相关的部会首长连续开了五场记者会，来解决水电土地人力人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建置一个既安全又弹性的劳动条件，那么提供我们劳资双方弹性合作的空间。十二月十二第一场的接下来圣诞节，也有工商团体要跟我们赖清德见面，我们他一定也是在这一种豪华的不食人间烟火、无法苦民所苦的地方，吃着非常高级的食物来讨论劳基法怎么修、缺工缺财的部分要怎么在压低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跟赖清德院长即将要在里面高谈阔论的大老板们，全部都是在自己的经营的公司里面不断的违法，不断的不连最基本的劳工的加班费都不给。那你怎么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大老板可以说
来分平常加班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来分平常过来只是因为你自己有病。我今天来另外还有个事情，就是要敬请我们理事长、秘书长、各工商企业的领袖给予行政院大力的支持第一个呢，就是都是台湾，因为拼经济没有办法单纯靠政府那一定要靠各位企业界的领袖，大家共享盛举。那么行政院在提出了排除投资障碍的同时，我也亲自主持扩大投资台湾的专案会议。如果各位企业界领袖如果有什么问题，行政院非常乐意来解决。但是呢，我也敬请大家能够投资台湾让台湾的投资能够持续增加，我们的经济才有办法。